老夫子确实该削，但是这个暗星削弱我就没理解啊，暗星很弱的。对线理性啊，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光星暗星，今天暗星被削了，那你们以后对线暗星更不用怕了呀。他抢二级了，直接揍他，二技能同时刮到他和小兵，然后瞬间升二。哎，注意他有弱化啊，走位，走位躲一下。注意他身上是有弱化的，知道吧？走位，我靠，这没走掉，没事消耗。往前走，走位，走位，嘿嘿。打暗星和老夫子一样的啊，一定要先出鞋子。能刮的话就刮他一下，现在残血二技能刮的才疼，知道吧？走位，哟我操，预判我走位，没事，利用二技能恢复，先不浪费恢复，二技能是有回血功能的，知道吧？算了，站远点，不要被他消耗了。对面韩信四级了，小心一点，站远点，安全一点。他往后撤了，我感觉韩信不太可能在我这，哦，在这呢。哦，原来是给我个假视野呢，那我就恢复上去，想约我塔了。我这波没吃线，他肯定想约的。他想让李信扛，李信想让他扛，我笑了，兄弟。没事，换一个。韩信冲我脸上不 A， 笑死我了。谁扛都扛不住啊！防御塔下又有棉伤。又越一个肉块，今天刚削了你还玩，那就给你上一课，刮你 A 你 A 你 A 你，继续 A， 走个躲个大招，再刮你还 A 你，再 A 你，拉开一下，不着急，他等级比我高，现在要急，兄弟，把暗星慢慢拉扯，他出了不假鞋，不假鞋前期是特别猛的。先补兵，等级压制还是恐怖。先补兵 ，OK， 能可以干韩信了，我觉得。但是韩信过来了，他应该打红了。算了，别去了。这波去就被包了，先消耗一波。你这是替我打吗，兄弟？刮你一下。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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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暗星削弱啥不知道，反正刚削的消耗的呀，但是对面不给机会呀。哎，机会来了，这你还能跑，先等他弱化过了呀，这你还能跑，等你完事儿再减速，你承接加速平 A 二技能拿下。又来，我扛不住了，我只能替你扛这么多下。我操，你滋溜转一下呀！安心好像没跑，好像没跑，我好像看见了。快点，你先露，你先露。你他娘的还知道切换形态呢，那你也得死。搞笑，主要得针对一波韩信，你发现没，这个韩信的打野规律，蓝开刷一波抓上，蓝开刷一波抓上，蓝开刷一波抓上，他娘的，所以得搞韩信，现在中指就得搞翻韩信才行。我操，我没踩到，捞啊！这一波助攻都没混到。哎，他要上，哇，这个送的舒服。哎，不是我的头，我服了，双 buff， 双 buff 没抢到。老是在我这里消耗他一波，
这个双 buff 送的好，鲁班。怎么就又死了？哎呀，都跟不上你们送的呀！我操，我操，这都能命中，我只能说运气满分。班你得死啊，鲁班！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在哪？在哪？在这儿。被哥哥逮到了。那你们不死？哎，鲁班，小鲁班。小鲁班呀，小鲁班，那走了，还追？那我不走了，我听见，俩人有毛病啊！先拉开，拉开，开个大，走位，杀我！回去再练练，怕死啊！弹性小二一横扫，好，技能全给我，漂亮！拉开一下，躲下扫射，上！先拉开，躲个控制，漂亮！等个大招，安心再带线，让他带没事，上路有超级兵。你敢无视我？我操，给他吸上了，还真给他吸上了。你打我来，你来吸我，你吸我来，能吸呀、啊。小好，上路可以推，哎，元芳把位移交了，过来推塔。不明白这是个什么游戏呢？干扰，干扰的好，上，谁行啊？谁行啊？带飞。